转过来，手伸进去找小洞，这是大洞，这是跟你穿到跟脸同一个洞就不对了。小洞，小洞在哪里？找小洞，你手没有伸到洞里面去，你就拿出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手伸进去找洞，手眼睛看，眼睛看你的衣服，你没有在看衣服，对，小洞在哪里？穿出来，手穿，不是，那就对了没？嗯，另外一只手。对呀，你在干嘛？然后另外一只手要帮忙，不是，你有没有在看？没有。对呀，那你还一直那个，你转过来看我，看这里，看你低头看衣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洞？有。这个小洞，手穿进来。对。好，抓着衣服跳一跳。头都跳一跳。跳一下，抓着衣服跳，嗯，对，轻轻抓，对，轻轻抓，好，好，再抓衣服，抓衣服，抖一抖，跳，轻轻的，啊，一二三，跳，才会下来，轻轻的才会下来，对，一二三，跳，轻轻的抓，轻轻的抓，嗯，哦，轻轻的抓就好了，不要哭，不用哭，不要拿我的衣服。来，你脚伸进来，等一下，好，踩进去，好，然后等一下，踩进去，好，这样好，好，自己拉，我已经帮你穿一半了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好，拉后面，后面拉后面，后面手伸到跟刚刚脱裤子一样啊，这边这样，拉后面，对，嗯，好，好，抖一抖，你看这样没有穿好，对不对？我来帮你，你看。你看妈妈这样子，把它拉好，这叫松紧带，你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你讲一次。妈妈，松紧带。嗯，对。